真的不想穿这件衣服出门的，但是鉴于我前几天看了他的那个采访，可能会得到被保安请出去这样的一个待遇，那我就决定不穿了。直接请出去，把票退了，当场退钱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怎么能不穿呢？不仅要穿，我还要穿的大大方方、光明磊落，甚至加上一些小不点。翻车，哎，这怎么搞啊？哦，我还要穿的光明磊落，还可以换。郑云龙王子，郑云龙王子听不见。每次去见他都要突破重重的艰难险阻，但大多数情况呢，就在第一步抢票的时候就被阻隔在了这条路上。我也不怕大家笑话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北京场的抢票失败。准备，稍等，10秒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立一个碗。哎呀，怪人，提交订单。哎呀，没票了。看看我的朋友们吧。是不是在屏幕里看到了你自己？没关系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习惯就好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:30，听说很早之前摩登天空门口排队就已经卷起来了，但是我作为一个佛系的粉丝，我决定差不多5点的时候直接到那边去进场。我觉得我的 ID 可能就是一个笑话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大家期待一下我从现场带来的后续报道。2000 years later.
说你们才知道我的意思。那我就来告诉你。下。小龙在蹦蹦跳跳，让我们去好好。